晚我哋去咗大角咀食猪润米同芋圆。第一站就系先食猪润米，跟住步行一分钟过对面食糖水。听闻呢间咧，其实之前系喺佐敦，最近咧先搬咗新铺喺大角咀，12月咧先开张嘅。铺头比较细间，如果多人嘅话咧，应该都会几逼。食物嘅选择咧唔系好多，感觉比较专门。餐牌就系得一张，主要都系猪润、醉鸡、云吞、水饺、鲮鱼肉等唔同嘅配搭。醉鸡卷半份系35蚊，全份系50蚊，亦都可以配米粉就45蚊，系直接用胶兜上嘅，所以卖相比较一般。冻食嘅，表面有少少杞子同红枣，仲会跟咗少少汁。醉鸡卷有啲大片啲，有啲细片啲，半份嚟讲咧份量都算几多。开头食嗰阵咧觉得雪硬咗啲，摊翻阵佢冇咁硬嘅话咧会再好食啲。鸡肉唔系特别嫩，又唔系特别滑，但系几有咬口，好入味，浸得够时间嘅。鸡皮咧都几爽滑，我几中意佢个汁啊！佢个酒味咧系淡淡嘅，甜甜地嘅，好有风味。汤就系一般煮个菜嘅汤嘅味道，冇乜特别调味。云吞好细粒，里面有一片生菜，睇落好可怜。皮都几滑嘅，亦都够味。里面有少少粉粉地嘅口感咧，我唔知系咩嚟噶。跟住加上佢份量真系太少，所以唔会特别推荐。因为铺头唔系好大咧，所以会听到佢煎饺嘅声，好正啊！手工饺子有得拣汤饺或者煎饺，五只嘅话咧系煎饺贵啲，要35蚊。但如果嗌10只嘅话咧，就两者一样价钱。馅料有芫茜、韭菜、白菜三款，都几好食。佢里面咧系会爆汁噶。饺子皮嘅厚薄咧都适中，唔会话太厚。雲吞同餃子，我哋絕對會中意餃子多啲，好味係好味，不過始終咧我都覺得係比較細份啲。咁樣對比嘅話咧，醉雞卷真係抵食太多。起碼食個醉雞卷，你係會覺得，個肚有啲嘢喺度。呢個係點樣？都咁長嘅，係好空虛嘅。基本入得嚟食都一定會嗌嘅咧，就係呢碗招牌豬潤米，38蚊。如果想吃得丰盛一点，它再个版本是豬潤特盛米，那就齐鲮鱼肉、豬肉和豬潤。不想吃米粉还可以转河粉、濑粉，加5蚊可以转七钱一丁，而转生菜底是加10蚊。店员放低时候有说，如果想豬潤熟一点的话，可以浸耐少少先吃，表面浸了少少胡椒粉，还有很多姜片，闻到觉得很重姜味，但真的喝个汤的时候又不会觉得太重，很辣感，是很温和那种，算是挺清甜的，感觉冇乜味精。豬潤我觉得算切得几厚，但系唔系好大块。的确咧系几好味，好香，冇怪味，冇筋。食落咧觉得好滑，好嫩嘅，果然系招牌。米粉咬落去咧系会嗦嗦声噶，嗦细啲汤咧都唔错，而且份量都好 OK。有自家製涼茶、豆漿等等。本身我哋想叫粥細毛巾，但今日冇，所以最後咧我哋轉咗低糖酸梅湯。散叫咧係16蚊支，如果跟主食嘅話咧就加10蚊支。夠味，但係唔會太酸，甜度我覺得都好適中，飲多少少甘草嘅香味，甘甘甜甜感都幾好飲。嚟個小小嘅總括而言先。我觉得豬潤米、醉雞和酸梅汤都好正，非常推荐你试下。如果我住附近的话，我一定会偶尔过来吃。跟住过了对面的芋圆一，
其实几年之前好兴芋圆嘅时候咧，我已经有听过呢一间，但系冇记错当时咧系要排好耐队，所以最后慢慢就唔记得咗。今日终于可以过嚟试到啦，都系一般糖水小店嘅环境，不过咧通风一般。我哋去到的时候咧，应该咁啱炸紧嘢，戴住口罩咧都闻到非常之油腻嘅味道。通常入到甜品铺咧，系唔应该有呢个味噶嘛？入到咩铺头？啊，你啱我多。有最低消费，每人最少嗌30元。外卖要每份加1元。我哋拣咗呢两碗，冻热咧系一早 set 好咗噶，冇得拣。传统鲜草芋圆36元，卖相咧又真系同佢餐牌张相有 99% 嘅相似。系咯，佢摆得真系几有心。之后我哋今日嘅珍珠咧唔系黑糖珍珠。里面有芋圆、鲜草、红豆、薏米、白玉、珍珠，同两粒冇写喺餐牌嘅糕。有三色芋圆，我仲听过咧，有时会有隐藏版嘅栗子圆添，咁就四色芋圆咯。我哋两个咧都好中意呢个芋圆嘅口感，好烟韧烟韧嘅，但系佢系属于咬得开，唔会好似香口胶咁，好正。黑糖鲜草咧好滑溜溜。同埋份量咧都好多，成个底都系红豆薏米都正常，甜甜地。有两粒白肉，好软糯嘅。而珍珠咧好烟韧，好似有啲蜜糖味。望落咧好似啫喱咁，食完都讲唔出去究竟系咩糕，有啲片糖嘅味道。哦，只可以讲都几好味。它真的有很多款材料，一起吃的时候是真的有台湾食冰的感觉。嗯，原来食冰是不用有冰的，又不用去台湾。为什么吃这些？第二款的卖相可以说跟张相是完全不关事的。上汤的时候热辣辣，很滋润，很滋补，很啱冬天的味道。红枣味很出，但整体又不会觉得过甜。入面都有粒白肉，不知道是不小心跌了去定点。嗯，热食的芋圆会比较淋一点，但我觉得算保持到它的烟韧。清心丸我们比较少吃到，感觉是比较传统的糖水铺才有得吃，方形的，一粒粒，半透明感，口感都是烟韧烟韧的。即是总之这间糖水铺很追求烟韧。嗯，不烟韧的我们不会放下去。同埋望落去咧，好似唔系好多料咁，但其实无论系芋圆定系清心丸咧，都有好多粒，系好襟食嘅一款糖水。总括而言，因为两款糖水嘅味道咧都好出脚，所以我冇觉得三色芋圆喺味道上咧有好明确好大嘅分别，但系做三粒都几好食。今日呢个组合咧，我觉得好唔错啊！食完猪润米再食碗芋圆，系好满足嘅一餐。喂！今日我哋去咗大角咀食猪润米同猪猪猪。今日我哋去咗大角咀食猪润米同芋圆。芋圆系边个嚟嘅？算系几清甜添，算系几清甜嘅，有咩？系好温和嘅，算系几清甜添，算系几清甜添。少少总括而言，咁神秘嘅，你话系咁咧？
咬晒头噶喎。烟韧紧熟，烟韧紧实质，即系大家试下讲烟韧紧，烟韧紧。咁啊！我就算讲到咁咧，十足就会变成十足噶。烟韧咁十足啊！得得呢个得，你试下可唔可以剪到？你只剪咗你笑声。烟韧好有烟韧感，真系有好多款材料一起食嘅时候咧。有台灣食冰的感覺，係咯，唔知點解俾咗我一種感覺係台灣食冰嘅。好多謝大家睇曬呢條片啊！有關呢條片嘅資料，可以喺下面嘅附筆度揾到。如果想睇更多影片嘅話，就記住訂閱我哋，同埋撳埋隔離個 bell 啊！拜拜。